你好，下午的3:49，记者呢正在这边等着看病啊，在这边等着看病。那么今天呢，在看病的时候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台湾539我们预计的号码，有没有看到我们那个组织？有没有看到我们预计的就是0204-08-0204-08-14-17-30 这里面有我们全程医师、全程二中医的医师啊，还有那个我们所使用的这个号码啊，用财助的啊，这个各位可以做一个公开参考。我们主要是对赌是 A、B 两组，就是 A 组全程医师，但是今天是医师碰个尾数啊，在那里面。我们用一次碰个尾数在这里面啊，这是今天所公开的啊60号码，其中我们全程一直在这里面。